想抽。它长相在这里。哇，比较特别的一般抽。第二张就是迪士尼的，算还不错。哎、欸，小赏很好哎、欸。第二张。好，最好是给我中奖，最好是给我中奖啊！好烂哦、喔，你今天不行啊，你今天真的不行。他的相见了，怎么办？他的相见了，不是才刚抽到三十抽 ？B B 啊 ，B 奖 ，C 奖，哇，这好运好不好？哇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燕。这个是睡猪，那、我们刚刚在直播嘛，直播的时候我们的运气是在极度衰，对不对？抽了二十几抽，给大家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因为可能有些人没有看直播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们抽了这一套第二套，目前总共算起来赔率是四十抽出两个，重点是什么？什么？四十抽里面我们抽了一半，对，一半。然后那个 BC 呢，不是我们抽到的，那是被谁捡走的？惩罚被我们的一个朋友捡走了、欸。所以呢，嗯，等一下，他最后赏箱给大家看一下。哦哟，可以哦。那我们把奖项全部拿出来看一下。野狗蛮可爱的。野狗可爱、哎呀，睡猪。哇。来，各位，这个就是现在剩下的六个大奖，还有最后奖，但是他剩四十抽了，因为其实我跟蠢爸那时候两个人，他本来上面一抽。我们合力抽了39抽，所以剩40抽了，剩一半，造就这个局面。那因为睡猪呢不甘心，刚刚睡猪呢在赖皮，我们本来要走了，前脚已经踏出那个门一步了之后，睡猪就在原地不动。我说睡猪你干嘛不走？睡猪说、好想要。睡猪你说一次好想要，来给大家听一下，快点，睡猪你说一下好想要。你模拟一下情境，你就站在那边啊，看着那个东西，你说好想要。干嘛、啊？这是秀吗？所以呢，我就跟睡猪说，睡猪不然这样了，因为你今天是居家形态戴眼镜嘛，啊，平常你如果是真的要抹妆上阵的话，是把眼镜拿掉，戴隐形眼镜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说你把眼镜拿下，然后走到那个老板旁边，然后用很nice的语气说，老板，那我抽完大奖送最后嘛，这样老板说不定就会答应，然后你就可以试试看。可是我刚刚直接问。啊，就你这样直接问。我说可以抽完大奖，老板说可以。好不好？好啦，反正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挑战这一套，剩下40抽，那我们把这6只抽完啊！你们不要来乱问嘞，你要从头抽到尾，抽到快完你再自己去问好吧？但不一定可以，不一定可以。我先说不一定可以，你不要不行，然后在那边跟我嗨哟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来马上挑战了。好，来。那你开拍会不会运气变好？对，看会不会跟直播那种感觉不一样。搞不好直播的感觉不一样。我说明现在随便抽3抽就直接中3只。有可能是惩罚带走我们的运气啊！但是他啦，如果中奖就是他。如果我这边至少中两个，就他来第一抽咯。中两个太难了。H 上，好，应该不是他，应该是我自己的问题。好，第二张，好，果然是我的问题。这感觉有即视感。刚才我刚刚就是抽 HI。抽了即视感。真的一样耶，睡猪。我再3抽没有就换你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再3抽哦。3，睡猪来。第一张。局长好了一点点，但是还是不行。局长是盲盒了，啊 ，H 长是那个车 ，I 长是一个拼图。啊，真的没有局长。GG，他直接跟你讲你 GG 了。我靠，真的假的 ？I 长，你真的？好，换你。你来谁？好，我想学大白的抽法，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好像也不 OK。我可以直接一次抽6抽。可以，那你就抽6抽。前二。后二，凶哦。中间二，好，你把抽的第一张号码对到镜头啊。哎，走，大奖。哎，撕不开。会不会撕啊？会不会撕啊？衣裳。哎，衣裳啊！哎呦，好猛啊！哦，来，撕衣裳。哦，史迪奇啊。史迪奇。来哦。可以啊，这组。来吧。第二张，居上。第三张，居上。哎，至少都是盲盒。第一把，
地上，地上这个，哇、哦，是做那个节目尾道的人来了，这是还是谁啊？ Lisa， 他来了，录两周都没抽中，举手，哎，至少我都没有什么 IRH， 对，是不是还要再抽？哦、你再抽是不是？好，一样的方式。好，你再抽六抽。前二，后二。抽的不是我，是拿钱包。我觉得是他在衰，你看一下他抽的。是我吗？好衰耶！原来是你。他在晒。是我。哎啊，开始不对了。第二个。哎、欸，我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对啦，所以说有两种啊。直播的时候应该是没有抽的。有啊，有听抽啊，很奇怪，没抽。没有啊，你直播你只给我抽一两抽。H， 哎呦，这一波 ，F， 又有了，三眼怪拿完，剩三个，对，H， 啊，剩两个，我还该抽吗？还是换你？滚金牌，走，改变我的频道。就是这样，这只换你抽了，追逐。好，睡猪现在已经抽了两个 F， 一个 E 跟一个 D 了，剩一 A 一 E， 好屌好，睡猪，你厉害，接下来要让我表演了，睡猪，睡猪，后面就靠我尾刀你了，我觉得是靠我们刀套，好，我先抽三抽，真的不行就再抽，最近都来娃娃机店抽一半，上次去那个桃园那一间，对啊，奇怪，奇怪，我不是去拍娃娃。听牌，听牌了，听什么？A 上，我操，飞回来，飞啦！举手 ，A， 哥，哥，啊，我再三抽嘛，因为一人六抽。对，有蜘蛛，难道我们直播魔咒？还是有直播不要抽。那我们上次去天母的那边直播抽也是抽烂，真的要听面霸的，面霸叫我直播不要抽。直播不要抽。刚刚下线之后，马上就讯息传过来，钱很难赚耶。这样花的吗？这样花的。哎呀，中了就提早结束。对对对对对。呀，而且现在每次一抽都是浪费钱的，没有中。我先给你们看了，斜的。来三 I 换我，你换。压力哦，剩下十六抽。先一，像一发一发抽的啦。他只是先把它全部拿。一浪。哎，是啊。第二张。I 三。不要了，我不要 I 了。第三张。G 三。换人。换人。哎，至少只做一个 I。这个爱的重点吗？行吗？你行吗？行啊，有什么？看起来难度足够高了。跟抽一分没关系了。变魔术。吹一下就衰了。吹一下变 I。吹一下变 I。吹一下变 I。哈哈哈哈哈。如果是这样子 A 的呢？吹一下变直。那用 C 的。变 G 啊，变 I， 对，然后也是 A 再吸下来变这样子。你怎么抽 I？ 专抽 I？ 干！专抽 I！ 给你，专抽 I， 给你。那我们怎么从越抽越远？哎，我感觉你要崩。我们怎么从这边这样抽，一路这样抽过来？一路抽到里面，抽到那边去。哎，剩这样子。对啊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次不要闹了，不会死了。这次说你不要闹了。嗨。来了！哎，哇！我帮你们选一抽。看你是想抽一抽哦。你看剩几抽？哎，怎么剩那么少？剩那么少？这组怎么剩那么少？剩七抽。靠！这组怎么剩那么少？来中间啊！来，抽，来。剩。看怎么剩那么少？帮你们浪费一抽。不是你要确定哎，这组真的有抽哎。哇，你都没升到，没换我吧？没有，我再抽一抽哎。不是啊，现在只剩几抽而已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硬要哎，硬要。阿妹，你选没？剩四张而已了。超烫吧？你四张，你选没？这个。帮你开没？哈哈。睡叔。完了，真的要疯了。
来这个。第一张。第一张，我先把它开。我选这张。等下你先跳。干，谁输？二选一。二选一。还不如一开始直接。开哪一张？这是我选的。你看你要选什么？你先决定要开你的还是开我的？开你的啊。来哦，来哦，来哦。然后省一抽啦，有省跟没省一样，好惨。看来最衰的还是你，记得这张吗？吐血最多，一路这样从头错过来，只省一张哎，只省一张，好了，确定一下。62, 82, 83, 89，好了，先这样领奖。大家来领完奖了，老板看我们可怜，连最后一个奖也送我。本来就有啊。好了，他们在拉铁门，因为他们要下班，他们开到一点。就是我们这一次一番赏，复仇失败。简单来说，还是包了。下次经过永和一定要来参加。其实直播的时候大家很紧张，怕没有大奖，但其实有了。其实有，对，我们那时候大家还说，哎，几千呐、啊，你们要不要试一？我抽完了，我抽完了，有了。我用财力证明他有大奖，他诚实店家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抽这个一番赏的结果了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你下次有谁想要来帮我报仇的，接下来就是叫做够好玩，好不好？自己应该就找得到。跟我们讲一下，我会比较安慰。对对对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说，哎，你成功了，一抽抽到什么，一抽抽到什么，假的我也开心。那今天就先这样子了。那如果还想要看我抽什么或者是假什么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你有想要。抽我们的一番赏，也可以到富士玩，在中立区中山路上北市，就这样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